嗨，我叫雍康乐，我现在在东石。大家好，我是柴俊帅，我在四川大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雪阳，我在东石社204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赵敏佳，我在原子所305。我叫王晶晶。我是夏欣欣，我现在在原子所前面的停车场里面。我叫田雪峰，我是马俊逸老师的学生，我现在在原子所6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立峰，我现在位于四川大学外面校区，西五教的6层，然后这个地方位于我们北大门，然后是一个风景比较好的地方。OK， 就这些。我叫刘腾，现在在四川大学西五教学楼。大家来自山西大同。我叫周小俊，我来自于陕西宝鸡，我是川大的一名学生。我叫张立丹，来自河南濮阳。大家好，我叫霍小璇，来自山西。我这3年来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，发现问题，解决问题，处理问题的能力。最大收获就是遇到了很多同学朋友，收获了很多的友谊。收获应该有2件事，第一件事就是，虽然学的不是很好，但是有幸考入了中科院物理所。第二件事就是我结识了现在的女朋友张媛媛。我这5年最大的收获就是获得提前工作资格，顺利毕业，并且找到了一个让我很满意的工作。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结婚了。我最大的遗憾也是我结婚了。我在研究生期间最开心的收获就是，提前工作之后我发现我自己的兴趣和爱好，找到了自己一些比较好的伙伴，然后很开心。学习一个生活，在学习上呢，我找到了就是这个做事情的一个态度，就是还是要踏踏实实做。这个生活上吧，我终于不再像以前那么尖锐了，我学会了随和。然后我在生活上还收获了好多友谊。我这3年最大的收获就是，学习了很多知识，然后能够顺利毕业，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。谢谢。是在四川大学得到一个女朋友，和得到了一堆很好的兄弟姐妹。我这3年收获最大的是我们办公室的这些同学们的友情和老师们的关爱。认识了很多人，感觉比大学的时候成熟了很多，就是看东西的话，想法就有所不同。收获还是很多的，毕竟研究生期间，就是自己的独立性，就是这个独立学习的能力，还是有很大的进步。这3年我最遗憾的事是，打算去九寨沟，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去成。要说最后悔的事情好像没有，但是有一些选择自己还是觉得自己没有选好，比如说我选择了这个物理专业，到现在我都很头疼。遗憾的是没有什么，就这些。比较遗憾的事情就是读研。当然，开心的事情就是来成都。一些收获就是，最大的收获就是收获了很多朋友，当然了，还有我的年龄。我5年来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控制住嘴，体重一直飙升。我想对自己说，接下来2年的时间里一定要好好搞科研，找个比较好的工作。不忘读研究生的初心。3年中，我觉得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因为我自己的不成熟，然后给周围人带来或多或少的伤害，我觉得挺对不起他们的。在以后的生活中，我会尽力弥补我，就是性格上的一些缺点，然后争取做一个为人处事都比较心平气和的人，然后永远年轻，永远热泪盈眶，我一定会。向上，再向上。My biggest regret is my spoken English is so bad. 胖的太多，然后也没有运动。
大的遗憾是没有继续深造，然后考试没有考出，然后没有成为博士。这三年最遗憾的事情是没有带父母过来四川这边玩一下，然后让他们感受一下成都美好的生活。说实话，没有什么遗憾，没有遗憾。遗憾，没有去到云南，说不定毕业的时候还可以去一下。我想在接下来即将毕业的这一段时间里，好好珍惜在校的这段时间，珍惜这段美好的校园时间。现在呢还没有落实工作，所以目前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赶紧把工作落实了，早点赚钱。对，就这样。研究生三年，其他习惯没有养成，倒是养成一个越变越懒的习惯，所以我在毕业的时候，我想对自己说，以后再做任何事情，我不要太犹豫，不要再太拖延。五年，毕业了，我最想对自己说的话就是，控制住嘴。我想对自己说，在接下来两年的时间里，一定要好好搞科研，找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，不忘了读研究生的初衷。愿我以后的生活更有意义，更有价值。我最想对自己说的话是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；己若所欲，慎施于人。仅此献给自己，献给大家。三年的时间过得很快，如果可以，我想再来一次。我最想对自己说的就是，然后学了这么多年，国家培养了我20年，然后我终于可以为祖国的基层做贡献了。我最想对自己的说，在接下来的三年中，能够一些事情自己独立去完成，做一个自立自强的女生。就是以后要努力干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还有就是要保持一颗初心，就没有了。马上要步入社会，还是想很期待面临这个新的环境、新的工作，去开始一段完全不一样的人生。三年的时间过得很快，感谢每一个老师和同学给我们的关心，非常高兴在重大学习。希望实验室报告以后，川大能够越办越好。谢谢。我是一四级的硕士毕业生，在毕业之际，我祝愿我们的学校欣欣向荣，祝同学们学术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也祝愿自己工作顺利、幸福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720所一四级的硕士研究生，在临近毕业之际，我希望川大的明天更美好。今天我以川大为荣，希望明天川大以我为荣，谢谢。又到了一年一度毕业季，然后有很多师兄或者师姐，有的选择升学，或者是有的选择继续读书。祝他们前程似锦，身体健康，以后一切都顺。大家好，我是一四级辐射防护及环境保护专业的马欢。时光飞逝啊，转眼之间呢，三年的硕士生涯即将结束了。然后回顾一下这三年的生活，我首先要感谢四川大学，然后感谢720所给了我这样一个平台，让我知道了原来我们还有一种老鼠是这种不长毛的老鼠，还有那种长得跟兔子一般大的大白鼠。想想入学之前老师说，哎呀，你去那个720呀，就是天天种油菜呀，看现在720咱们绿化这么好，我也不用种油菜了，改行了，杀耗子，就杀这种。老板说，在我毕业之前要杀过1000只，目标还好遥远呀。不说了，继续干活。同学们，大家好，又到了毕业季，祝贺大家，经过了几年的学习，终于要毕业了。大家即将走向自己所喜欢的岗位，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。大家不要忘了，这个在你们未来的
道路中间想到你们的母校，你们的母校永远是你们的后盾，祝福你们一路走好，再见。转眼呢又到了这个毕业时节哈，每年这个时候呢都觉得有很多的感慨哈，和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光好像转眼就过去了，每次都觉得依依不舍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也祝同学们在今后呢事业有成，幸福快乐，也希望大家呢对生活永远充满希望，对未来呢永远抱有理想，以你们的知识、你们的毅力和你们的自信去开拓自己美好的未来。来祝同学们前程似锦，毕业生活更加丰富精彩，希望大家常回母校看看。